同修梦到在法会，他坐电梯回房间，住的楼层好像是21层，后来他晃晃悠悠到了35层，还突破到了天井那里，后来想着自己的房间在21层，然后就又回来了。他想问，就是35层天井是什么意思，又回到了自己的住处21层是什么意思？天上呀，上去过又下来了呀，这很简单。哦，就境界提升了，但是他的境界还是在这里。下来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慈悲开示。好啦。师父，那我的问题先问到这里。同学们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。好好，感恩师父。再见再见。